边还有吗？停这边吗？嗯。里面啊、哦。来那边可以停。那你们先下去。台湾族的地方。太久没写了，我写，哎呀，你写字应该可以吧？我可以试写一个给你看。一个发在奶头，大概算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刻好像还不错，声音都沙了，因为跑好久不着。而且没人踩，对啊对啊，我觉得土地的问题，我觉得是土地的问题。粒粒皆珍贵，对对对对，调调吧。好，先泡看看，可能需要再多一点点。这个都人家送的，哦、真的太贵，我买不起。怎么变一堆送的？那我不敢。他们咖啡的那个超市，他们都习惯冲泡几秒，然后可以抓出最好的风味。所以我们去跑那些茶行。煮完茶又煮咖啡，这个茶具怎么样？你拿我老姐呗。手工耳挂，他说。手工耳挂，人工耳挂，一泡去给它湿一点。嗯。在哪里呢？你问他是。你去问他。我怕他呗。大姐。高雄的港边，外面就是海了。
哎，前面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哎，先观察一下。很可爱。他好像行动不太方便，是吗？年纪大了。啊？他还是喜欢找来。对，他是狗人。我是狗人啊。没猜那个，撸鸟啊，撸鸟就知道了，狗跟猫可以。里面撸过鸟，只有撸狗跟猫。他知道我们在围他，你看。他没有很怕人哦，他没有很怕人哦。他不太会怕人。是啊。可以上车。绕一圈。哦。谁要坐这个？手机先吃。手机先吃。请用。对，请。不是习惯。地瓜噔噔噔噔噔噔。好的声音。都可以，不要还抢。那在台湾什么？收 1% 的手續費，但是我們換的都夠了嘛，是吧？香气和回甘，基本上会有，会有个梗，对，哦，茶叶比较完整一点，高端茶基本上人工茶，对，这茶杯的，这是一个，好，谢谢，哦，好厉害，它这个都有作者都有签名，哦，证书的。跟这个，那它属于同系列，只是一个比较重，比较重的我们叫引青啊。嗯，你刚我都冇嚟过。应该没有来过这家。入邊呢粒仲加零喺呢度，同咖啡館嗰個好似，但係佢個醬冇咁油咯。
Also, I have a T-shirt as well. Yeah. Oh. Yeah, 買咗一堆係咪？哦，我真的忘记是他先来的，居然是我先。对啊，怎么记都记不住。啊，母亲母亲。好特别。他已经看了整天的茶具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刚刚在那个茶具店花了快三千。十五岁前就有两个亿，哈哈哈哈哈。那不是让你有？哦，嗯哦，直接就做上生意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要请助理，我就。赢咩？Pascal 睇咩 pitch 系咪？哦 ，OK。佢下次要搭呢个嘢啦。好啊，呢个嘢。佢好似又买两个台。整包然之後上飛機吃第二餐，吃了兩份而已，還有92分的咖啡。
上海，上海人，人的上海。中，东洋、西洋、双桥。我呢个真系你咁，全部都系炒嘅。呢、這个系几多钱啊？我唔敢问。呢、這个你送系咪？